啊，你讲的伤含啦，你哪有可能每一个查某拢介意对无？来来，你问青红姐，问。好啊，快说。我问你哦，你有介意谢雷没？谢雷？我那么介意？你看，我都跟你讲，你搁唔相信？你真正够无聊呢！一直跟那个谢雷在争吵啦。想叫你要讲什么？你的初恋情人谁做什么呀？跟谢雷就像呢。但我都实话实讲啊，无你想要骗你讲吼，你跟谢雷生啊足像的。好啦，恁弟啦。快用阿姨，啊，我做细汉吼，看恁一家勇姐两个一直搭一搭啊，恁两个是愈玩感情愈好嘞。无的确哦，我的妈妈啊，佮有爸爸，嘛是愈玩愈袂开哦。哎呦，啊，莫佮讲，莫佮讲，妈妈都佮你讲过，即世人佮你爸爸拢无可能啦。哦，无，即个话吼是袂当讲了伤早。啊，你是毋捌听过人哩讲吼，即招啊。哦，唱歌的人个拢唔知道人个听歌人艰苦。无你是白傻你呀？旧爱还是最美啊？什么？说旧爱还是最美？哦，你即马是还咧想讲哦，你个什么什么诶，谁做甲迄新人去搞迄什么初恋情人了？是啊，但我常常嘛咧想讲哦，那是我的初恋情人哦，等下找我，把你扣我对人走诶。对人走，你是要走去倒啦？甲你几岁啊？会做阿嬷咧？你讲种话也毋知见笑，真正你听到都无病咧，变变有病。你就有病。这药水吼，你摕当个推推的啦，我用过啊，这效果袂歹。好好，多谢多谢，安尼偌济啊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唔免啦，我厝内底吼也够有啊，若是有效哦，我再摕下你。多谢啦，安尼无跟您客气啊，小客代志啊。妈妈，阿姨，阿姨啦，思思，你来了，对对对。啊，等下吼，我要跟思思吼，啊，过去幼稚园遐叫阿婆啦，啊，所以吼叫伊坐过来吃。哦。思思，你来要讲什么？爸爸问你哦。你看你妈妈这款的哦，较真嘛哦，还佫足解释的，你是毋是已经作证啊？袂啊，哎，阮大家哦，还佫有阿哥啊，还佫有卢平阿姨，到今嘛，阮也是真解释的呢。哎，到底什么经营？哇，恁这查某是有啥毛病啊？那我看你全世界拢改同一个查甫啦，这不科学嘛，你没道理嘛。对哦，啊，就是不科学，没道理吼，你得好细心嘛。迄当阵哦，大家理想的梦中情人就是谢磊。哦，无要紧，我唔相信讲哦，我找无一个哦，无该谢磊人啦。哦，好，我不给你动，你偷偷找。啊，对了。记得等下食饭吼。好啦，妈，你莫甲爸创滴啊啦。对啦，爸妈，拄只伫电话内底袂紧甲你讲啊，文珍阿公阿姑邀请我登去杨氏物流上班啊。哦吼，佫会知影讲哦，要找你登去上班呢，即马才知你的好话哦。啊，登去上班嘛袂歹啊，进前吼你伫遐嘛做得真好啊。啊，你甲文珍哦，两姊妹啊。即嘛嘛算是好解啊！啊，你若有法度和伊做伙拍拼，安尼就好个啦。啊，你嘛知影王文成伊个个性哦，较娇啦。啊，你甲斗相共安尼哦，我感觉足好个。哎，思思姐，讲起吼，你嘛算是人才呢，竟会当互李文珍安无顾面子，叫你登去上班。是文珍即嘛有一个业务要发展啊，啊，拄好我经手过，伊才会邀请我登去上班。爸。你敢有兴趣跟我做伙回去？等于哦，等于是会使啦。是讲哦，前几工啊哦，我去啉喜酒的时阵哦，我甲迄进前个杨氏物流迄老同事哦，我咧开讲。伊讲哦，迄最近有一间迄叫，啊，为着有一间迄物流公司啦，伊咧挖杨氏物流的司机呢。伊话我讲哦，我即卖司机的流动量足悬呢。啊，遐个司机敢有想要离开？即我都无去上网啊，是讲我看迄老同事哦，伊敢那小可咧无啥想要做诶款。思思姐，你喜欢罗莎？就刘佳怡哦，捌讲过啊，讲伊进前想要甲杨氏物流不好倒啊，啊按照刘佳怡甲 Carol 诶个性，真有可能安尼做，佮加上即马公司事件挖角。我在想，应该开始在报警啊！你丢掉这个笨！
哎，都无想讲哦，当初你怎样安尼，给遐遐尼好的机会，我都无好珍惜的。我今摆颠倒，我要甲杨师傅在遐创工，做人敢袂当安尼？用了，歹势啦，慧红，尤其对思思，我也做歹势啦。我真正唔知影讲，阮家有哪变甲安尼，真正怪我无该教好。有影哦，爱心心心甲恁回事嘞，是嘞啦，是嘞。哎，算算算算，莫安尼啦，做重要代志是了解，也是对不起国家社会啦。你退回事嘞，要创啥？啊，好嘞好嘞，无代志啊，咱莫讲着伊，莫讲着伊，莫讲着伊。杨阿姨，你莫安尼想啦，啊，我拢知影你的为人，所以绝对袂怪你的。秋红姐啊，啊，咱两家的关系啊，也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。啊，佳瑶是佳瑶，你是你啊，啊，袂当掺掺做伙讲的。我佳瑶做出害你最伤害你的代志，你煞毋免怪罪我的意思。莫讲我问话啦，你从来连一句歹听话毋捌对我讲过。你看我手疼，你提这药水啊，要来给我推推嘞。啊，三不五时啊，阁想讲来搞我顾店。是的啦，我对你就歹势，就歹势。哎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咱是好朋友啊，啊嘛是好厝边的，拢在到这个岁数啊，即马上重要是会当互相扶持啊。哦，有影啦，今仔听你讲一句嘛，我上认同啊啦。多谢啦。